小恶魔，海报没有拿到，王浩海报没有拿到，没关系，我和阿胖的马上要准备一下。你先去你的照片跟那个拿回去，会放在贴在门口哎。我不是。那你要从哪到进去啊？啊，贴门口才能进不来。好，才能进不来。要贴哪里？要贴马桶上面，让你顺畅，好不好？还不错啊！大蝶，你着感受吧，马桶上面不错哦。啊，啊大蝶帮分头会当避孕哦。你娘的，笑得出来的话。哎呀！顺畅顺畅，那我需要来一个、哦。哎呦，不错，后面的帅哥有身体有差哦。晚上几点？晚上。
到几点？晚上晚上。还有化石的呢。还有化石。化石干干净净。对呀对呀，即时哈。即时的时候在使用。先准备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明白明白。祷告嘛哈，瑜伽瑜伽哈，房间瑜伽哈。热身瑜伽哈。好来。求我们恶魔的朋友来点尖叫声。他的声音不新鲜了，你的声音不新鲜了，大哥好了好了，再一次，四个小时 OK 哈。再一次再一次，求我们皇后朋友尖叫声。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卡弹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卡弹哈。好，就那么话先啊，我这边给你话再讲。啊，对，好，原来。这些呢，哎，顺一下啦，吞个口水嘛，哈。哦哟，孤勇者哈，这首歌曲我们的 CB 很厉害哦，很厉害呢，都讲呢，每天都在更新的嘞。你有没有在睡觉？我就问啊。我知道你也会唱啊。对，这首歌有练啊。爱你不是走暗巷。会那么亮，爱你对峙我绝望，不敢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独立你的墙，爱你和我那么伤，却都一样，骑马黑马，这冷雨冷雨冬战马，这马你绝对为了冬，直到黑夜中的无言一路有了嘿，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好，看现在开始要脱装备了，是不是？这一首歌啊，其实啊，最近又在我们那个中国的抖音红起。我告诉你，这是2022年华人地区、亚洲地区英雄联盟的主题歌。它含印度、印尼哦，整个华人地区和亚洲地区的主题歌。在这次的世足赛哦，又放这首歌的。真的，你说。对，这首歌都是我们的之光哦，亚洲之光。亚洲之光，亚洲之光。才算英雄。我就问你，待会头发会不会打结？说不开了，我跟你讲。没有，我现在不去阻止他们了，因为已经无法阻止了。等到他再过头一点的话，再过头我都会来阻止一下。来来，是呀是呀是呀，活过来了，台下的活过来的哈。快点保护最后五分钟的，要开车的赶快哦。你的女神在哪里？那女神在哪里？赶快开啊！只剩下倒数五分钟哦。默默的为你而生，一起来哟！我们也曾深爱过。金马奖的啊，金钟奖的，什么是？
健康的频道哈，健康的表演。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，来哦，我们一起，等一下。现场所有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。最怕回忆突然翻滚，就痛着。来来来，我们请另外一边的啊，谢谢。谢谢梦梦舞团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梦梦舞团，陪伴大家到最后。黑石头背，上黑石头，黑石头黑。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，还骗不过自己。突然想你，来吧，在哪里？再来，三块。
来金牌宝贝，来三加三的救济书，拜拜，都好了。是呀、啊、是呀、啊，这个有结尾啦，就给我们到一些，我们在一些那个国会议、国会频道上面会看到我们七七做手语教学啊。对对对，每一句话哦，精准的比出它的意思来哦。嘿嘿嘿，是是是，唯一只有七七才做得到，好吧？来来来，请就位，下午。就搞我卖，就顺心不掉，丢几个钱，天天傻。万万今天从头到尾都躲在旁边来，其实他也是一个嗨咖。哎呀，万万就是一个嗨咖，我给他一个 ，Nicholas， 拜托丢，不多啊，拜托丢，好，我们再吹个半天，给他再开一波。你睡好，休息好，我休息好。